不得了。好了啊，弹幕觉得装逼的，觉得我很菜的，压我输就行了，我这把打你们脸啊，用实力讲话。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。从我点上这根烟开始，我就不一样了。哇，这轰炸机，我操！我是在打你们脸啊！来嘛，来搞我嘛，来搞搞我！来嘛，都来搞我嘛！还有谁？哎呦我操！飞机不要过来搞我啊！飞机搞我了！妈的，四架飞机搞我，完了，连炸！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没见过。飞机都请不到，好吧？我操！我一跳伞，他妈！好，就这样吧。他妈的，把裤子扯了，把衣服给他盖住了。他这是弱智才这么穿的，我感觉。是我，你爹。裆部还破了两个洞，刚买的新衣裳。你这小时候应该也这么穿过吧？后面背个学生小书包吗？